纵横江湖数十年，偷天妙手我为先。欲进京城买馆座，防得富户进本城。闲着没有事啊，也要去粮仓啊！嗯，撑死你！爹爹，我情愿撑死，也比窝着强。好好好，为父年年作寿，你桃花姑姑都要带手高手面来的。等一下子桃花姑姑来着，不就有晚饭吃了吗？年年作寿，都要等姑姑送手高手面来救命。我的我头昏眼花的，爹爹，我真怕你老人家做寿哎！啊，你老人家多活一年呐、啊，我就要多受一年的罪哟！我呸！真是不当家不晓得柴米贵哟！七家有日整条龙，百家好。为父不会双击，见他到手就不花，少几分我不死，我做片刻总不差，多情少处真本子，铁算盘不见，只能家只能家。爹爹身体健用，还不都是为了你呀、啊？日后这一切的家财，还不都是你的嘛？家财家财，什么家财呀、啊？我们家都穷成这个样子了，还家财呢？你胡说！好，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儿子，你来看，这大明广场上。
莫花娃，看到这么多的银子啊，你得是害莫娃。银子又不能当饭吃。哎呦，桃花姑姑哎，快来救命哦！这哪个做？我修
寒蝉难行路，求兄长解与小妹失良意。想我两家几代名义，可惜老祖宗们只顾治病救人，是不愿受人钱财，所以一代穷死一代。父母在堂之日叫我学艺，哎，我就不学。妹妹你可是学到了老人家全部的本事啊，平日里给人看病难道就不曾赚过几两银子？兄长，小妹谨遵先祖教诲，不敢忘取一文。你不敢忘取外人一文，就敢来取我们的十两银子。嫂嫂，嫂嫂，小妹只是求借一两，待等云应试归来，我连本带利一并归还。还？那么东西还呢？把命还呢？你要是有银子，你解决他好了。没有。好，你的手稿手面拿，我也不敢去。那，你呀、啊，你还是带回去吧。兄长，兄长，哎呦，大妹子。你哥哥哇，他就是这个怪脾气，你莫往心里去啊。这篮寿礼嘛，我们还是收下了，要你带回去，那多难为情喏。多谢嫂嫂。哦，金宝哇，天色不早了，带你姑姑到客房歇着去啊。哦，姑姑。不信这七个饼子还真的能套着金子啊。那白手的样子干得好，惹得我心乱意毛。不料心肠，他回李家庄，要过松林岗，答应一定。
我在酒场呐、啊，我在酒场。嫂不顾受不起，空手而归西子村，瞒着父君求死里，连不亲一多时机，我要找的东西
十分要紧，若是被我发现有人捡到藏起来，我重责报官就办，亲自痛打一顿，除非他大爷莫非丢失了银两吗？正是是20两的大银锭。可是这锭大银，正是如此甚好，银归原主，我也该回去了。回来，这位大姐，我的银子如何到了你的手中啊？是我路过此地，从石畔捡到的。且慢，这个，此事可疑，此事有诈。如此一锭大银，既然被你捡到，为何不带回家中埋田埋地添米添油？难道你的家中就不缺少银钱吗？这，你若讲得清楚明白，你我就各奔东西；若是谎言骗我，只怕是狼已了断。是啊，上天掉下银元宝，哪有不取之理？
还用现金礼送上大姐，人生大姐求不完账，你好心自当有好报，这顶大衣不包场啊，啊不包场。大爷你，我本致富之人，这点银两与我还是九牛一毛，送于大姐，还完大姐笑纳。此次万万不可。哎，大姐若是贪财，劫银就走，谁人得知？如今施主感激送银于你，有何不可？难道大姐定要自己大仁大义，而让我做知恩不报、不仁不义的小人吗？这，拿着。不不，拿着。大爷。再若推辞，我可要生气了。告辞。大爷，大爷，大爷，真是个怪人。生活
娘子，父亲，娘子，你回来了。父亲，我回来了。父亲，你怎么如此打扮？娘子，我，你，娘子啊。输了，也不进京赶考了。窦叔只为名利，男儿就该养家，贤妻为我终日奔波劳累，我却闲坐西窗，风不吹日不晒，你叫我于心何安，于心何忍呐。夫君，你爱妻怜妻之意本是不差，倘换我本应欢喜才是，可是只要嫌弃欢喜，等于我心就暗了。父亲，父亲虽是好意，可是你辜负了为妻我的一片苦心了。娘子，父君。
贤妻金玉良言，感人至深。为父母岂不想进京应试，求取功名，上报国家，下为妻子？只是怕……夫君，你怕什么？我若进京，少则三月，多则半年，贤妻一人在家，更要受苦了。夫君再提受苦，我真的要生气了。好好好，不提，不提也罢。唉，只是家贫如洗，未有盘缠，也是枉然呐。夫君，你看，银子，足有二十两。他从何而来？他是为妻借贷来的。借贷，娘子。夫君，这银两已被淘气临近，进度遥远。夫君，你今天就动身如何？今天启程。哎，娘子，弃教子若，你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呀？长共之贵，衣锦还乡，为妻盼父亲早去早回。好，明天启程。为父明天一定启程。你呀，哦，宝宝，投江而降，娘子，烦劳你到后山坡上采些山桃回来，为父母带在路上，好充饥解渴。啊，好，我这就就来。娘子，你要小心呐。我知道。娘子，你可要多加保重啊。我晓得。
来着。哼，桃花，想不到你不只有两手，你还有三只手啊。嫂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来问你呀，这银子从哪里来的啊？还有980两呢。嫂嫂，你在说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听不懂？好，跟我走，跟我走，你就不糊涂了。走。嫂嫂，你要我到哪里去啊？哪里去呀？见滚。哎，说话呀！哎，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啊？夫人呐、表叔，哎呦，我的个小舅子，我到这井盆县乃是新官上任，你们就帮帮我的忙吧，帮忙。办什么忙？你要做清官，做好人，情愿到这个穷县来受穷，我们跟着你活西北风的屁呀、啊！哎，我要做清官，做好人，这错在哪里啊？不错啊，还不错啊！你两袖清风，还得我们天天七寿不顺，就连你的夫人，我的侄媳妇，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说寒酸不寒酸哦？夫人，这也太委屈你了啊！哎，父产父随，我也认命了。只是表叔和弟弟的话说的确有道理，劝了你好几天，你也该。这，夫人呐、啊。衙门破的，我像个鸟呀。
青年，从今天起就要变个样，做清官难，做赃官还不容易吗？以后只要有机会，我连一个小钱也不放过。耶，好，表侄子杠杆相中，生意就上门了、是啊是啊，恭喜姐夫，贺喜姐夫。老爷，我们家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都全靠你了喂。去我说来呀，有，给我审审坛。是，审坛。来呀，有。待击鼓人上堂，待击鼓人上堂。参见钦天大老爷。尔等为何击鼓状告活人呐、小民两手才。我家昨天晚上被盗着。被盗了？被盗了什么吗？被盗纹银1000两。啊，1000两？可知是何人所为？小民不知，不过贼人留下了一枚金钱表，大人请看。是这恶名昭彰的金钱表，这金钱表到底是活人呢？就是他的胞妹梁桃花，民妇刚从他家找到这锭银子，银子的底下刻有一个宝字，乃是我小儿的名字，望大人明察。哎呦，老婆不能乱说哎，大人呐、我妹妹乃是良家妇女，怎么会是江洋大盗啊？好大的一锭银子啊。梁守才，你妹妹是不是江洋大盗，本县一问便知。我说来呀。好好好好。梁守才啊，老爷，我给你查清此案，
你怎么谢谢我啊？员外，大官司是要出点血的，哎呦，快去吧，哎呦，快去。大人呢？你若是帮我追回那一千两银子，我只要999两，那一两银子送与大人喝茶。一两银子，一两银子也值得我做一回？那我还不如做我的那个庆官。两手才灵活一点吗？老爷你的意思也罢，这头一桩案子闲着也是闲着，老爷我把你追回银子，这20两银子、就灵活了吧。什么？叫我20两？哎呦天哪天哪，反正是我兄妹家的事情，我不求官当，自己也能解决，我自己追，自己追。案子未审，你怎么说走就走啊？要我20两，杀我的头目我也不干，我自己追，自己追。这位先生，有些事还是凭官僚断的好啊。你要是自己能追到银子，我跟你姓。大胆，怎么能这样跟原告说话呢？梁守才，还是从长计议的好啊。员外，这亲戚间的事不好办呢，他要是要钱莫有，要命一条，你怎么搞上？哎呦，快点去上。大人呢，这20两银子给你，不过那980两是少一千都不行的啊。放心放心，银子追回，老爷我一定亲手奉还。我说来呀。有。带粮桃花。是。带粮桃花。梁桃花，你哥哥告你偷盗银两，有无此事？从实招来。大人呐，昨日白首娘家亡，今晨回家走得忙，路上经过松林岗，石畔见你心情狂然，感应守候在世祝福，是是我将银还，乃是主
前后经过江，定要怎应，不容推搪。怎知道兄长昨夜是银两，怎知道这银两竟是个赃。真情实话明大人两桃花陷阱计，听你之言，这锭银子是在宋林港别人送给你的。这是。那你又怎么能证明这锭银子不是你昨晚借拜寿之名在你哥哥家偷盗的呢？哎呀，青天大人呐、我兄长既然丢失了千两纹银，十分沉重，民女身单力薄，怎么拿得动拿得起呢？是啊，我妹妹她民女若有偷盗之心，又何必堂皇进门自找嫌疑呢？说得对，说得有理，本仙心里是一清二楚的。梁桃花，那送银之人就是盗银之贼金钱豹，若再遇此人，你可认得真？民女认得真。辨得明？辨得明。好，听本县判来。梁桃花，你自辨不是盗银之贼，可是在你家搜出簪银，你也难脱干系。本县判你取保候审，回家等候传唤。谢大人。莫急莫急嘛。梁守才、本县这样判，就是放你妹妹回家。由本县我多派精干的工人四处查翻金钱豹。大人英明，大人英明。不过这个人手一多，花费也就多了呗。啊，还要钱吗？不多不多，一点点。一点点，一毫毫一厘厘我都没有了。那我只好压着你的妹妹四处去找人了。不过这样一来，他可就要吃苦头了呗。大人呢，他吃苦活该。哎呦，你也不能大一步进一步，要钱要得没有止境上。好，是你们让我这样做的啊，梁桃花。本县判你取保候审，回家等候传唤。谢大人。这是不可能的。我说来呀。有。将他带上锁链，单谈收进。是。看病情况如何啊？哎呀呀，看病的人可真不少啊，里三层外三层，热闹得很呐。好，
稍迟梁桃花回来，老规矩，药方归他开，药归我们配，记着对他要客气点。耶，姐夫，哎，你老是打招呼啊，对梁桃花要客气点啊，你就不怕我姐姐气臭啊？废话，你真笨，梁桃花本来是无辜的，他家要是有势力，我们能管他吗？我们之所以管他三个月，一来是要逼梁守财多出些办案的费用，二来梁桃花一书告明，押他四项巡查，名为寻找盗贼，实为阎罗与人看病，这样既显得我们关心百姓疾苦，同时也可从中得些好处吗？哦，是啊，每次回衙我们不都是满载而归呀、到底是得过书的人呐、真正要捞起钱来，还真是高人一着、是啊，是啊，这还不都是你们给逼出来的吗？啊时候了，金宝怎么不送我的娇儿前来喂奶呢？夫君呐、夫君，你一去三月，音信渺茫，终于不中，你也该回来了。你可知道，为妻在家中，
受的这般苦难呢？娘子，娘子，夫君，娘子，夫君，夫君。夫君，夫君，娘子，
金宝，我的娇儿呢？我娘抱着呢，一会儿就送过来。姑姑，娘可喜欢他了。姑姑，我跟你说件事情哦，我听到四镇八村的乡亲们都在骂你。什么？都在骂我？嗯，为了活死啊。他们说姑姑原来给人看病是情商低的，现在给人看病是为了讨好贪官贾庆莲，让他借机明耀暗抢，搜刮民财。哪有此事？哪有此事啊？是真的呀，姑姑。那个狗官每次带你出去都要拉好几车的东西回来，他们什么都要，凡是进你看过病的人都给他们折腾的受不了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吗？姑姑，是真的。大人请。梁桃花，病人都看完了吗？药方呢？禀大人，药方放在药篮里。好，待本县亲自配方发药。大人，民女被囚已经有三个月了，大人总该做个发落才是。似这样周而复始，四乡巡游，为人看病卖药，民女实在不堪忍受了。嗯，魔化王，办案嘛，我们不嫌烦，你还嫌烦呢？既是办案，为何要我沿途为人看病？哎，看病救人是做好事吗？我梁家足有遗训，为人看病从不收人钱财。既做好事，大人就不该每次回衙见跳车啦，满载而归了。哪有此事？哪有？你害了我姑姑都被乡亲们骂苦了。反思。大人，民女若有罪，大人就该定罪发落；民女若无罪，大人就该放我回家。有罪无罪，还不是我们大人一句话啊？哎，这话不假，满说是关你三个月，就是关你三年零三个月，老爷我也是对的。你身为朝廷官员，怎能无良为盗，冤枉好人？哎，好人？那我也没说你是坏人呐。老爷我不是也在辛辛苦苦地查烦金钱表吗？梁桃花，对你算是有待的了。你看，你看，住的是小号，吃的是小灶。每次你侄子梁金宝送你的孩子来喂奶，哪一回不是免费照进呢？这样还对不起你吗？哼，不要不识抬举，惹恼了我们大人，不准你给孩子喂奶。你们。此言不由人，果然双飞。梁桃花林子不做帮凶的人，为什么非我无罪？何老常说心不平，你受这天理帮助不到家女子，如此嚣张，胆敢辱骂朝廷命官，藐视本县，我说来呀！
有，给我打。是，你们打。耶，小畜生，你也敢走差办公，也犯了法，给我一起打。是，你跑。说，你去跟你妹妹好好说，叫她识相点。哎，妹妹爷，都是哥哥不好，这个官司把我打穷着，把你爷还苦着。家务活万人欺，都怪嫂嫂我狗斗气场。我兄长，嫂嫂，事已至此，你们也不要多说了。啊不，啊不，大人呢？那20两银子啊，我不要了，这个官司我也不打了啊。王凤娘，官司又不打了。两手财，一字入宫门，九牛拔不出，现在可由不得你了。那什么话啊？兄长，莫与他们多言，苍天在上，自有公理胜战之日。对，等我妹婿李登云回来。等我姑爷回来，绝饶不了你们。你姑爷？你妹婿？你丈夫？不过是一个穷秀才。老爷，老爷。好了，何事惊慌？知府大人派人送来紧急公文，说是信科状元请点八府巡案，代帖巡守，不日就要驾临锦盆县了。八府巡案？但不知这位钦差大人高姓大名呢？听官差言道，姓李，叫李等云。叫什么？对，叫李等云。啊，是父亲。钦差查上我，百姓子子。
臣不能再吵了，我要把小少爷吵醒着，那就更不得了了。我都是你这个贱人，一天到晚吵着要我老老，你看你看，这一次老到了海底了哦。那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啊。这这个梁桃花对他梁家侄子梁金宝不错，我们把那个小孩子哄来，让他叫门一定行。快走啊走啊走走走走走。何事啊？围棋在监牢之中，已然写好状纸，本想一有时机便投送知府衙门。近日八府巡按李大人回来了，就让李大人先看吧。娘子为何如此说话？
我是什么八福寻啊？娘子，你就不要再取笑了。夫君，你在说些什么？哎，娘子啊！爱在心人后，情靠永莫插清流，抛弃别子离家就，回乡探望大家庭。那得中头名状元的不是叫李等云吗？怎么新国状元也叫李等云？如此说来，夫君你真的不曾得中了？哎，我辜负了娘子一片苦心，等云我真是愧对贤妻殿。此事喜奇，岂止难解。夫君为妻我想。娘子你想些什么？为妻想起夫君即刻等臣进京查明情由。即刻进京？夫君，你的宗祠大人已然应允为你查询功名之事，想来其中定有差错，如此良机夫君怎能失去？怎能在家不闻不问？倘若耽误，岂不遗恨终身吗？贤妻所言极是，为夫即刻启程。夫君稍等。请夫君带上。娘子多驾保重。请我吃肉丝面条。一定一定。姑姑开门啦。姑姑是静宝。姑姑，这是贾县官退给我家里20两银子，娘叫我送过来给你买点好彩等姑爷回来。静宝，你姑爷他……哎呀，李夫人呐、啊，你终于开了这方便之门了。下官这下有礼了。大人，是不是要带桃花回衙见安呐、啊？不不不，下官不敢。下官怎么敢呢？刚才下官听说李大人他老人家回来了。我父亲是回来了，不过他还是一个轻易小帽的穷秀才，不是什么李大人。这个老爷，他怎么不承认他是李大人呢？他这是在讽刺我们吗？他们做大官的都喜欢轻易小帽，为夫司法。这下死定主死定主。哎，他不承认我们也就装作不知道吗？这个人情照送，马屁照拍，还显得我们真心诚意君子之风啊。走走走。李夫人呐、啊、李先生他纵然未曾做官，可是他仍然是我金盆县的秀才呀。我这个人呐、啊、是最爱与有才有德的人交朋友的了啊。这个好好好好好，来了，有，快些抬进来。是。
你们这是做什么？真是胡闹，快些抬走。大嫂哎，你大人大量，大富大贵。哎呀，李夫人呐、啊，一点粗茶拿不出手，总叫银丝从上手，放下礼物赶紧走。快走，快走！站住！我说的哟，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可是认真来赔罪交朋友的呀、啊，怎么会翻脸呢？再翻脸，我们就不是人了。对对对对，不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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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金盆之仙夹心莲可在这里。你是？大胆金盆仙，巴不兴安李大人一道县衙，你不去迎接伺候，在此作甚？什么？李大人？开什么玩笑啊？你看，你看，你看，这里就是李大人的家。那，这位。就是李夫人。胡言乱语，李大人原籍不在井盆，哪来的夫人？快去伺候，不得有误。耶，这还真摸错这庙门啊，真是活见鬼了。收家伙走喽，收家伙走喽。李大人，接了个假钦差，怠慢了真钦差，要是倒霉也是活该哟。爸，金盆之仙假钦廉叩见钦差李大人。都大胆金盆仙，你竟敢不在接官亭恭候钦差，敢莫是藐视本院不成？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大人，卑职这里有详情奉上。银票，倒还识相。金盆仙，我来问你，金盆不信可还安分了啊？安分，安分。
金盆县正是正奸行情，大人，这一点不是我自夸，现在就是拉都拉不到人来打官司了。禀大人，有一名女头顶撞纸，口口声声要来钦差大人台前告状。何来民女如此大胆？列，是。据告状民女梁桃花状告进城知县假。假。哼，列。状告金盆知县贾庆年天妒家父鱼肉不幸共谈所贿无法无天。够了，金盆县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大人，这个梁桃花真是不识时务，他因为牵涉到一桩盗窃大案，卑职刚刚将他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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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盗窃大案，正是。来人呐，扣下告状民女，本院要审谈问案。大人，这是为何啊？你有所不知，钦差大人一路之上破了许多盗窃大案。哼，这一点也不是我自夸。不管他是溜门的、撬锁的、钻墙的、打洞的、覆梁的、揭瓦的、系连牢、遮边边神头，都难逃本院的法眼。大人告明，大人告明，待告状民女梁桃花审谈，审谈。有令，待告状民女梁桃花。待梁桃花。三月前在你家查得赃银一锭，千年一状特大盗案，你还不从实招来？大人，民女状告井盆知县，大人怎么审问起民女来了？坛上坐的是我，坛下跪的是你，本院想怎么审就怎么审，想怎么问就怎么问。钦差蛮横不讲理，官官相护把人欺。啊，且不听钦差提起，我定要亲眼出水。宋明感捡过一只银子，正是民女不曾起贪心，更是主神奇怪，他怎爱
人对这一点卑职始终怀疑。那位施主既然来寻找银子，找到了又不要，现在哪有这样的好人呐？这，我们这位施主慷慨豪侠，仗义受财，这样的大好人也是有的嘛？不可能，怎么可能呢？除非这位施主是个弱智糊涂虫，吃饱着，撑闹着。哼！大人，这位施主定是那蒋阳大盗进前表。大人呐！这位金钱表人过留名，倒也不是位堂堂正正的侠义道。大人，大人居心仁厚，他哪是什么侠义道？人家梁守才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了一千两银子，他一文不剩地全给偷走了。分明是有娘养无娘教，黑良心的鸡鸣狗盗。哦，看你如此仇恨，你为何不去捉拿金钱表啊？回大人，卑职也曾押解此女四相寻找。四相寻找，只怕是站在你的面前你都认不出来。是，卑职办事无能，不过大人放心，死者一旦被我抓到，我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他要为犯您吃死罪。对，大人说的对，卑职实在是气不过，我不杀他，我把他阉了，叫他男不男女不女的活着受罪。不可，太啰嗦了，你往下讲。大人呐、啊、这堂官衙名女四处查访，一路上敲诈勒索，听，大人呐、啊，你看，这个刁民他不招供，反而捡到背着我的头上来了啊！大人，放肆，让他讲，我爱听。好，你讲，讲。大人。钦差大人。
讲得好，讲得好，请请请请。梁桃花倒换是那眼娇烈，我害他早心受了老劲，得成功老天爷添了红线，此一方我定了了做前缘，不一定上公堂我放了你颜面，贫穷是卖人情，我做回青天哪，我做回青天。梁桃花，所告之言当真？全县百姓人人皆可为证。金盆烟，卑职赞。我来问你，梁桃花告状之事可是实情？这个，哼，我看十有八九，不然你凭什么出手如此大方？大人，哼，哎呀，大人呐、啊，卑职是捞过钱呐、啊，不过只有一点点。时间也不长，只有三个月。三个月，你可知道受害的百姓度日如年呐？哎呀，大人，卑职原来也不是这样的，啊，这都是我家里人逼我干的哦。呸！亏你说得出口，大人呐。卑职我有罪，罪在我的家，舅子是混蛋，老婆是木叶叉，求着我唐山逼着破烂爬，后悔我当小，二回就不怕，三回闪了阴，四回乐哈哈，五回一生都值当。老道今日放万把，治罪，来呀！来，革去他的官职，在衙前加号示众，让百姓看看你这贪赃枉法的下场。是，大人。梁桃花，你抬起头来看看我，你可记得本院吗？啊，你就是那那什么那什么，就是那赠银之人。不错不错不错，你就是那江洋大盗进钱。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桃花喂，人海里受牵连，上天天教地怒水冤，逃出寒家啊随本愿，你打得好，打得好。
来，再打一下，再打一下，再打一下。锦城叫刑部发落，钦此。姑母，姑母，我是倪登云，我就是兴国专员倪登云呐、啊！哼，胡说八道，板亮。是。嗯，这一民女，你是何人呐、啊？民女梁桃花。哦，你就是米夫人呐、啊。金钱镖，我让你看看真的辛苦状元李登云。来呀、啊！有，有请李大人，有请李大人。娘子，夫君，你怎么回来得如此之快呀？娘子，邓云回家之际，朝中以查清奸人之谋，特派马公公快骑宣召，擒拿罪犯，所以我未出献计，就与马公公相遇了。真是谢天谢地。见过公公。好，好。你看看，这才是辛苦状元李登云。你这个混账，以为有几两臭银子就能买通所有的人吗？哼！但今天子圣明，朝中重粮甚多，尔等见逆之辈，岂能长久？善我到头，终有报。金钱镖。万岁如能开恩于你，望你今后好自为之。好，说得好，压下去。好人终当有好报啊，我说来呀。有。传令金盆县内一律张灯结彩，好让状元夫妻游街跨关，关中要走不得有误。是。慢。公公，公公好礼且慢行，且听桃花说分。遇见你，世家旧友，旧家贫，愿公公降下那千钧临，刹那狂欢喜，救济穷人。李夫人，你这不是求母做事，而是为我的老脸贴金呐、啊，给当今朝廷争得一个好名声啊！好，好，哈哈哈哈，公公，再求公公。
的好啊！好吧，我们不花钱不扰民，就在衙门里面吹吹打打，好让状元夫妻回家祭祖，这总可以吧？多谢公公。